又是我壮壮了。今天母亲大家还好吗？今天我们家停电了，在一两个小时后才有电，所以争取这个机会去避暑一下，去见一个我们的一个老朋友。我快一年才回越南一次，对，今天去看他一下，看看今天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。Let's go. 这儿是什么熟悉的地方呢？现在是2点半，哦，没人啊！我的妈呀！救援喽！好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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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算了，就像是回家一样，坐着呗。哈哈哈！越想回国，越想回国。别叫我，我是那个叫，我说这样子，皮肤越来越好哎。哇！真的吗？会，你睇下耳朵，就开啊，为了就开啊，怎么没怎么开？是吗？就是现在越南在外面确实太热了，所以大概就到傍晚才有顾客，现在谁都懒得出去了。有什么好吃吗，姐姐？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好久了，忘记中文了吗？是吗？说起最简单的，我看看。Hello。Hello。姐姐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好。还好。你赚大钱了没？没，还没赚大钱呢，挺冷。发财了啊！发财了。对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对啊，美颜就是不一样哎。你们看，这是二楼，做的越来越大了哦。二楼，赚大钱了，赚大钱，会不会去中国了？和我打螺丝，准备有钱去中国了，是吗？去中国干什么？去中国找正餐馆。可以，可以去中国，你只要来中国，其他的我来。相信我，好久没见呢，大家呢？嗯，不知道有没有谁记得我吗？我的妈，我的脸和你的脸，你觉得我10个月回来怎么样？还漂亮不？谁？我10个月去中国留学，没漂亮，瘦一点的，丑了一点，是吧？瘦了一点，体验一下玄玄这边美容院的叫什么？等一下有没有给我优惠价格？啊？这样？你们的性质，哪一个要说要难耐？干嘛呀？给摸了，给。拍到玄玄工作的样子，接，乖呗，非常认真老板娘。如果中国朋友就到你的店在这里，然后来这边洗头，有没有给他们优惠价格？啊？有。打折吗？怎么砸不起？多少？多少？打五折。如果中国朋友来这边 ，OK， 可以。叫什么？70块，对，打折5折，还有35块。按住脸面膜，嫩嫩的，像活起。聊个天儿，聊天一下。最近在越南做生意好不好？好，还好，好呀。去不去中国？去中国打螺丝，一个月几千？我带你去。现在说中文还说多吗？说中文呢，不多，说中文一点点，一点点了，是吗？最近你的生活怎么样？我生活啊？有几个男朋友，有几个孩子了？有一个孩子。有一个孩子。大学生现在就不单身了，现在就是有孩子了啊。哎，你这样
很多人就像什么煤气坏了，这么漂亮的就越南女孩。你这边做美容可以是不是？我在中国就是洗个头，大概8美银，8万，对，8万越南盾，26块，但是越南也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就是他们只洗一下，不洗脸，对，就是按摩的，8分钟，没有按摩，就是8分钟就是结束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回越南，很多人就叫我去拍大熊熊，他们想你了。那你可以回国拍我啊？对啊，回国拍你，然后你可不可以回国1000？那不行。那不行，你知道我从中国回越南多少钱吗？飞机票很贵，很贵，对。那可以走路啊？可以。如果中国朋友来你这店，你怎么对待他们？对。就怎么样？打球。打球啊？不给他们做免费的吗？免费的呀。免费一点点可以啊，但是来多了不能。啊，来多不能了，所以你们只能来一次啊，来一次就他给你们做免费，到时候就回去，第二次也不要来了。哦，有钱了，到时候佳佳回国再收留我在这儿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做你的，帮你打工，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太漂亮了。嫉妒我？嫉妒我？是不是？那现在你这边有几个人帮你打工？几个人员？有2个人。那现在就是3个人哦，之前就是你一个人，那说明你越做越大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是。现在就有这个富婆，有个超级大的房子，有孩子了。有了。有孩子了。现在就是幸福美满，是不是？就什么样？就你现在人生追求的那个目标，你全都达到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恭喜你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现在22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你一样，有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事业就这么稳定的，还有人帮我打工，还有孩子呢，我没有。回到家喽，家里也有电喽。在玄姐那边几个小时回来，啊，就是好久姐妹两姐妹才见嘛，所以心事比较多，聊着聊着就几个小时了。好了，那家人们今天重要的视频就拍到这啦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，大家记得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